然然，邵明哲，你怎么这么讨厌啊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？对，我这辈子最讨厌两种人，一种是欺骗我的人，另外一种就是自以为是的人。你这两种都占全了。那这么说，你也是个骗子？我骗你什么了？你答应我不再去见程东，可你还去找他，甚至不接我的电话。 我没有，你别冤枉我。夏冉冉，我爱你。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都是我们俩之间的误会。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肯定我对你的情感。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。你开心我就快乐，你伤心我就难过。我会把你当成我的，把我当成你的。我们两个从此。 不分你我，每一天都想着你，念念着你，每分每秒都想见到你，每一天都想抱着你入睡。你的每一根肌肤，每一根头发，都是属于我的。我还会嫉妒你，除了我以外摸过的任何东西。 哪怕是一支笔，一个杯子，一份文件。如果今后有一天你要是背叛我，我就会追杀千里，把你撕成碎片。这就是今后我唯一爱你的方式。苏沫在你身后。 我等你到12点，如果你能找到我，就说明我们的缘分还没有尽。下来啊，我就答应和你和好。